大家好，我是凯文，今天和凯莉辛德拉小凯文一起玩在剧情中呐喊的游戏哟。那么现在开始 ，Let's play。寂静中呐喊的这个游戏，凯莉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你不是知道吗，凯莉？知道啦，请说明一下。是小凯文出生前。我。哦，非常流行的游戏。怎么玩呢？嗯。大家都要戴上耳机，然后甚至朋友给出一个提示语。然后第二位朋友、第三位朋友这样轮流的传递啊，声音，因为听不见声音，要观看嘴型才听。那我也戴耳机，你知道吧？有一个小凯文的专用头套耳机。我们先来练习一次吧。好吧，先来熟悉一下。大家都准备好了吗 ？Yes。好，但是凯莉辛德拉，你看小凯文的嘴。那你负责猜题吧。好吧。好，那么谁是第一个选手？我们就按照现在的顺序试一次吧。那么辛德拉就不需要戴上耳机，你挂在脖子这里就好了。那我们先来玩一玩练习游戏吧，朋友们，你们听到这个音乐声音吗？超级大！来吧，辛德拉。嗯，凯莉第二位。这是练习游戏，压力不要太大哦。那么，摄影师朋友出题吧。转过去，转过去。凯文的吉尼斯挑战什么？再说一次，凯文的。吉尼斯挑战，我脚下地球村，我脚下地球村，我脚下雪花，哦，我脚下雪花，泰明选手村，再一次的吉尼斯挑战，泰明选手村，啊，我真是听不见呢，答案是凯文的吉尼斯挑战。为什么凯文的吉尼斯挑战我会听成泰明选手村？哇，这个真的好难啊！我们刚刚才玩一个问题，一个问题的话要30秒的话，我们要加快速度了。快点，快点，速度要加快。第一次听到是什么，就按照那个感觉马上传递下去吧。好，马上。正式游戏。那么感觉有点难哦。好，好吧。时间挺长。时间好长啊。五个问题。好吧。那么要快速传达。加快速度吧，我们。好，有礼物吗？哦耶！好的，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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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开始了，加油！还是这个顺序吧。辛德啦啦啦啦啦啦！啊！辛德啦啦啦，辛德啦啦啦，辛德啦啦啦啦啦，辛德啦啦啦啦啦，辛德啦啦啦啦！变形小汽车，哦，变形小汽车。衣服裤子，嘟叽啪叽，哦，嘟叽啪叽，东吃打吃 ，PC 房 ，PC 房 ，PG 跑 ，PG 跑 ，PC 棒，电竞房 ，PG 房。艾丽去哪儿？艾丽去哪儿？艾丽去哪儿？哦，艾丽去哪儿？小凯文啊，小凯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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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哦，小凯文。面包，面包啊！面包，面包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为什么笑了？面包，面包，面包，等一下，面包是吧？是面包，没错吧？最后一题，哦，他出了四道题，可惜啊，四道题。但是我们还可以用动作进行说明吗？辛德拉，因为是听力游戏，辛德拉，我们还是不要加上动作，好吧？来玩，我们只发出声音，相当的游戏吧。我们来换一下顺序吧。辛德拉和我换吗？好的，我来当第一名选手。这次也是2分钟，好，开始，准备。智利山山峰，智利山山峰。什么？快点，快点！智利山山山，智利山山山山，智利山山山山，智利山山山，智利山山。哦，第一名学生会觉得很好笑啊。智利山山山，哎。第二个问题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坐坐坐，快点继续。
凯莉儿童咖啡馆，凯莉儿童咖啡馆。凯莉，凯莉饥饿，凯莉饥饿，凯莉炸鸡，凯莉饥饿，凯莉饥饿，我爱你。又错了。下一题，下一题。毛毛，毛毛，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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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毛毛，毛毛，毛毛，海绵啊！李顺成，李顺成是什么？李顺成，李顺成，李顺成，李顺成。哦，又错了，美式咖啡啊啊啊！美式咖啡，哦，美式咖啡。美式咖啡，哦，美式咖啡，美式咖啡，哦，一个，啊，你说的是什么？你说是棉毛了吗？你把毛毛听成棉毛了？哦，我以为我说的是棉毛，但是小凯们回答了毛毛，哦，是吗？哦，我都很厉害，但是我们只答对了一个。第一个问题是智力山山峰，智力山山峰。凯文的表情太好笑了，我无法游戏。我觉得做第一名选手好好笑啊，看着你们三个有点像在看傻子的样子。最后一轮，凯莉你站第一位吧。好，感觉你站第一位，我们能答对五道题哦。那么辛德拉，你要试试第二位吗？好的。好。你在干嘛？我们这一轮一定要好好表现，辛德拉，加油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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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二三，一二三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蟹肉，蟹肉，蟹肉翅，蟹肉鱼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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棒。三周半跳跃，三周半跳跳跃，三周半跳跃。辣椒披萨，辣椒披萨，是的，辣椒披萨，霹雳披萨，紫菜咔嚓咔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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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邓德德孔德，哦什么？当当当当当，扑通通通通，扑通通通通，出头不平。小凯文，小凯文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哥哥，你刚刚说什么？哦哦，邓德德孔德，邓德德孔德，哦，通通通，粗糙不平。所以我们失败了吧？哦，好可惜啊！可惜吧？我好想要礼物啊！哥哥，那么我们下次再玩一次，赢得奖品。好的。听力测试游戏很有趣吗？啊，很有趣，非常有趣。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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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小凯们 go！ 那么下次我们要带来更多有趣的游戏和大家见面。再见，朋友们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。